第32届金曲奖刚刚落幕，众星云集，也吸引了不少粉丝守在电视机前观看。而谁上台领奖的时候，大家最关注；而哪段表演又取得了收视高点？详细状况要连线给记者徐玉杰。好，是的，主播，第32届金曲奖21号晚间顺利落幕了，大家一定很好奇收视最高的时段分别是哪些艺人出场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来看到星光大道的部分，收视最高的是男歌手瘦子走红毯的时候，当时呢每分钟收视高点来到 3.08， 他帅气的外表吸引了不少的粉丝观看。那么第二名呢是压轴的女歌手苏慧伦，第三名则是万芳。那么颁奖典礼呢收视率最高的时间点就是我们台语女歌手曹雅雯获得最佳台语专辑奖，上台领奖致辞的时候，每分钟收视高点高达6.31，而且呢，这张专辑从创作到演唱都是曹雅雯一手包办的哦。那么第二高则是乱弹阿翔和四分卫阿山颁发最佳乐团奖，上台致辞的时候，第三高是罗时丰和孙淑媚颁发最佳台语专辑奖，上台致辞当下。那么第四高和第五高呢，则分别是团体落日飞车上台领最佳乐团奖致辞，以及寻人启事上台领最佳演唱组合奖的时候，那么大家最期待的表演节目收视率第一高的是乐团灭火器演唱继续向前行和长途夜车，每分钟收视高点来到5.55。第二名是彭佳慧和罗文玉表演的组曲，第三名则是获得最佳新人奖惠特带来的表演，第四名和第五名分别是去年获得最佳新人奖持修的表演，以及孙盛熙和黄轩演唱的歌曲。那么所有精彩的演出呢，都让观众是回味无穷。以上是为你掌握最新情形，先把时间交还棚内主播。